正常吃，可是咱像伊无通吃番薯粿的，长期伊无生啊，先安尼，啊等下礼拜咱再讲究分开吃番薯粿。好，好 ，OK， 啊咧，以上浩雪大概补充这几点啊咧，还有其他有问题的吗？我咱快伊特别上场实战啊，这样是咧迄个哦。不能新鲜，今年哦，是要升格哦，他每次都要玩真的，玩真的不是玩假的，新鲜啊！好，好，哈哈哈哈哈！今天的人来了，不是狼来了，人来了，礼拜一老菩萨的人真的就来了啊！希望大家还是回去多努力啊！其实我们多一分的正念，上天也会给我们九分的正能量。一分的正面就会上天补我们九分的正能量，但是如果你有一分的负能量，上天可能他连九分的正能量都挂不进来哈。好，是的。那如果大家哦没有素人哦，能过来这里做热闹，大家能不能开心啊？那得让老礼拜的气干面啊，让人家大老面啊，对啦，人家大好吃啊。大道平，一个前兆一个，分道一个。